对，季赛赛就连续的拿分。中信今年就是把所谓的团队篮球诠释的淋漓尽致啊。哦，总算有喽。哦，这是一个三分球。是。还在六投一中，好团队。哎呦，哇，糟糕，被篮筐盖火锅了，塔斯。这球有点糗，白沙速度好，干掉篮得分。对，哦，这一球。白沙在丁胜儒受伤或者是缺阵的这段期间，或者说是去不替代役的这段时间，哦，开发出了他的飞翔的技能。刚才又是一个对，哦，前面高位的一个掩护，白沙瞬间突然冲进来接应了，他吸引了补位之后再给，他底角被包围了，就赶快传出来。沃特里，嗯，这一次的零度角中距离投。哎呦！哎，来喽，卢冠轩，这场比赛第一个 field goal 没有问题，就那里上面硬冲飞起来，交给班森。哇，这个稍微慢了一点，告诉队两队的三分球现在都很准，中兴特工有四成七，台中太阳有四成二。那你下面拨克里斯，球不见了，有人逃跑，就是三分球啊！哇，这个球，哇，这个本来是中兴特工两分稳拿的球，结果好累哦，莱斯跑了好远的距离，找到白萨，三分球没有投进，哎，有篮板，哎，禁区不设防，让苏玉静拿分。这个做支撑就等于就是失去重心了。哇，这个球，这是三分球啊！哇，这个也再看刚才翁立煌，有了莫尔特里。对，这个球的搭配是没有问题，因为一个掩护之后 rolling 到这个内线了，这本来就。非常好哦，对，直接被莫尔特里赏了一个 A 式快攻。哦，太阳队在前面几次被这个内线的打点之后，现在把防守又改回来二三区域联防哦。哦，莫尔特里的一个起跳的高哦，曾文鼎这几名球员都太聪明了，那加上这个塔斯哦，哎呦，哦，我觉得这球不简单。林明义小跑射，球给的漂亮。再多给一球，莫特里，嗯，反攻摆进了两分，八分而已。太阳队第四节换上这些替补球员，希望可以振衰洗地。莫特里，嗯，一个拉杆摆进两分，对，底线的，哦，这边是一个立特的一个拉链的一个掩护，啊哈，所以莫尔特里其实可以做一些，领先十六分的特工。哎，发生失误了，太阳队